上来之后给大家伙得说相声，哎，放眼望去一看，好，下边坐的跟蒙古包一样。非常换上我妈位，上台的掌声我就判断出来什么呀？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认识我，但是我不骄傲。哎嗨，没人认识您，您骄傲什么呀？有必要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啊？得说一说，我叫尚九锡，哎，我也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尚九锡就是我，我的名字叫尚九锡，我有一个名字叫。多火呀！谢谢大伙儿礼节性的掌声。哎啊，什么叫礼节性？不用再拍了啊！上来之后呢，折腾半天了，大伙儿也累了，好好的听我们说相声就可以了。对对对。所以说啊，边上这个人我就不介绍了啊。别别，出于礼貌性的，您多少得说说我。谁不认识你呀？啊，也还是知道往这一站啊，对不对？王九龙。啊是谢谢杭盖，谢谢杭盖啊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你说话呀！我现在很尴尬。不尴尬，我觉得我阻碍你们的感情了。还没到那份儿上呢。哦，好吧好吧，确实那小伙子，人长得精神，往这一站，对不对？啊，一米九多，满口大白牙。啊满口大白牙，对吧？小伙子精神状态特别的好。哎，一般人儿。对，看得出来啊，嗯，人内蒙古的朋友都特别的热情，看得出来，都是喜欢交朋友的，对，包括我们都是喜欢交朋友的人，咱们对不对？人在这个社会上，咱得冷静的分析这事儿，什么都得交朋友，因为人类啊，它是一个社会性的群体居住的生物。哦，您这话就值得商榷啊。怎么了啊？怎么还群体？就是社会性群体类的生物啊。哦，生物还是？对呀，当然了，就是人离不开朋友。那当然，所以我这人就特别的热心肠啊。您热心肠，后台咋？整个德云社后台放眼望去，怎么样？我逮谁帮谁，是逮谁帮谁还是逮谁打谁呀？您这个，我这小体格我打谁啊？我看您这边逮谁帮谁啊？所以涵盖的面积比较大，逮谁都帮。我们后台有一个演员叫孔云龙啊，那是我们一个师哥呀，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啊？有认识的，三哥多火呀！哎呦，我替三哥替他自己高兴。嗯，三哥孔云龙，三哥，大伙儿知道啊，一说话啊特别的萌，眼睛那么大，您学学，有戏，张有戏，好家伙，张有戏，你有日子没到我们对空降来了，好家伙，学的还真像，您看看啊。你看，鼓掌的都是了解三哥的人啊，有认识，而且他有一段传奇的经历。什么经历啊？拿摩托车怼夏利。他这人胆儿大，你知道吧？你说我是一个热心肠、好帮助朋友的人啊，怎么办呀？他这行为多危险呀！确实吓人，我得帮助他。怎么帮啊？把他摩托车卖了。哦，帮他把摩托车给卖了。对了，哦，为了三哥的安全。是的，就是我们有一师哥，我们后台还有一个师哥，哪一位？叫严鹤祥。哎，一会儿就上来。哎，他们说壮壮，对，壮壮，你说话这样，哎，就是一，就是一，就是一，你看，你看我美少女战士像吗？严鹤祥小四十了，跳戏跳戏，这好看，他是个傻子呀，他是一个，这好看吗？这个大伙都了解，有个外号叫壮壮，壮壮人有自己爱好，喜欢出去游玩去啊，喜欢自由，自驾游，对，平时也喜欢骑摩托，哎，对啊，骑什么胯子，有开越野车，是，所以说呢，我把孔云龙的摩托车就卖给了严鹤祥。对了，哎，哎，你是个中间商是怎么着你？哎。上九锡卖二手摩托车，没有中间商，准差价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瞎说这广告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就说好帮助人。后台我们还有一师哥，咱后台一提大伙更熟悉了，谁？张鹤伦。哎呦，那是我们队长伦哥呀，对不对？是我们战队的啊。一提小白，张鹤伦都认识、嗯，为人比较的单纯，但是有点啊多多少少的不自信啊，他是有这毛病。生活上边啊，有些东西呢拿不定主意哦，包括穿衣服，总觉得穿的不好看。啊，他长得就那样。那天，哎，那天张鹤伦过来找我来了。嗯，哎，九一，九一，好像你要是搁这身，你看这穿的这好看吗？他身上有虱子是怎么着？他
他老抖搂什么呀他？对呀，我穿的好看，我就不行啊！这出去之后了，谁也不看，我自己不自信呐、啊！哎呀，我这呀，这弄啊！没法弄，没法弄。我说哥，挺好看的呀，那穿完之后显得你特别的年轻啊！这么有劲？那行，那我就穿这身了啊！穿这身出去了。白天出门办事儿去了，哦，晚上回剧场演出又碰见他了，整个人啊垂头丧气，不高兴了。我张口说：“你怎么了？”啊啊，我家别提了。啊，怎么了？你好好说话啊啊！好吧，人物稍微的收敛一下啊，收敛。啊，我家我别提了。更要命了，咱好好说行吗？放慢了，这大伙都听不清都啊。白天我出去了，哦，出去了，好家伙，坐公交车去了啊！你还说这衣服好看呢？出门就撞衫了，不是撞衫不很正常吗？那我说撞衫这事儿。那谁瞅谁尴尬呗啊，对，都背不住吗？跟那事儿都没有关系。嗯，我撞衫呢是一小孩跟小孩撞衫了。你说我一老他一小，我们素昧蒙面，四个人啊就是就旁边围着我一圈都盯着我们俩人看啊。我说我们俩这情况，你说我是说话是不说话呀？是啊。结果后来小朋友盯我半天说了句话，小孩说什么了？叔叔，你的小裙子也是巴拉巴拉买的吗？嗨，一股劲儿的往前冲，没有卸下来的时候，观众也跟着一块儿这样，其实没有一个完整的听活的状态，知道吗？都跟着造，对，不留白，你不能踏实下来，慢慢的。其实对这个活他心里没有底。什么叫巴拉巴拉呀？裙子就没事了。哦，对，他怎么穿裙子了？他对呀、啊，不应该穿裙子。其实后来一看是误会了，他有别的爱好。他，哎呦。您把这爱好给说出来了，什么都没发生啊！我恨死杨友祥了，我穿了这么样啊，一个比较长的嘻哈的服饰，哦，遮到膝盖，小朋友很单纯，以为穿了个连衣裙呢。叔叔，那小裙子是在巴拉巴拉买的吗？他也穿裙子，闹得误会了。所以来说啊，这都是我们工作单位我的好朋友，人之间情感上的问题，什么时候你们觉得我需要去寻求帮助？那肯定有困难的时候啊。最脆弱的时候啊，我那朋友也是前两天啊碰见一事儿，怎么了？挺烦心的。您给说说。我的发小肯定也是东北长起来的哦，现在啊生活在北京，是搞了一女朋友。那好事儿啊。前一阵跟那女朋友两个人啊晚上看夜场的电影去了。那不挺好？怎么了你？怎么了你？看个电影你就一啊？哇，你知道的太多了啊！说完他好兴奋啊、哦、看个电影他就那样了啊，他喜欢看电影啊。哦，还爬山？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来来来，哎，什么爬山是什么包袱啊？也是一种晚上的选择嘛。啊，好好好，夜生活嘛，夜生活，嗯。听不听相声了？好好好，好好好，气死我了！哎，我这朋友啊，交女朋友晚上看夜场的电影是，哎，后来啊，晚上天。太晚了，哎，明显你有点紧张啊，九七啊，琢磨节目以外的舆情呢，啊，这话都说不利索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调整一下情绪啊、哦，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先擦擦汗。那个位置没有人啊，好好，你先咱擦擦汗，不至于的。这个环境，我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包袱？没事，气死我了，没事，好好的，好好说相声。哎，这爬山是怎么回事？闭嘴！要不咱鞠躬下去吧？啊，得嘞啊。这个晚上看电影，看到了这个很晚的时间，我这朋友啊，真出汗了，真出汗了。我这朋友啊，就是跟他女朋友说，行了，那个今天电影看的不错，太晚了，送你回去吧。结果我这个朋友的女朋友当时呢这样说道，怎么说的呀？哎呀，我今天不方便回家了。不方便回家，我爸妈不在家，他们去包头了，去包头了，我也没带钥匙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瞧瞧，这话说，人小女孩想跟他多待会儿，想跟他多接触接触。对呀、啊，哎，我这发小一听这个情况，嗯，得了，行吧，先上车，明白了吧？稍微睡一会儿啊、我拉你去个地方，嚯，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你瞧瞧，开着车。到了地方了啊！哎，你扒拉这女朋友到了，这是哪儿啊？包头。对啊，他给人女孩送回来了。去吧，去找你的父母吧。
这不神经病吗？这不是你的女朋友给气的呀？那能不生气吗？做事呢啊！我一不拉盯死你个瞎货！好好好。给这女孩气得直说包头话，哎呀，还不如去爬个山呢，真是的。这边山也不错啊，爬哪儿的山不是爬呀？爬哪儿不是爬呀？对，想着太难说了。反正他们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发生完了之后，那怎么办呢？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就可以称得上是猴子的大哥。怎么讲？彻底的废废了。哎，对，那能不废废吗？那个，哎，两个人吹了。那你说呢？我的最好的发小啊，失恋了，第一时间肯定还是想找我呀。您得劝劝他，给我打电话说上纽西，你过来吧。哎呀，我分手了，我现在特别的郁闷。嗯，我说你啊，自己也调节调节情绪啊，尽快呢从这个失恋的阴霾里赶紧走出来。怎么着，老不是事儿？我托付完了之后，当天晚上就出事了。当天怎么了？在那个夜店里边，说跟一外国人打起来了。哟，哎呦，我说赶紧去吧，又给我来电话了，噔噔噔噔跑过去一看，我这朋友啊，跟那个一外国人坐那喝酒呢。哎，不是打起来了吗？我说你俩没事啊？啊，对呀。哎。刚才闹了一误会啊！刚才的误会啊，就是我不应该跟他一起。又来了，行了行了，您这连续句是，咱好好说话啊。唱歌不这样啊，就是都不是这样的。收收收，把人物哦丢出去。没事的，给单就熙画一道。您这连续句是，咱好。刚才我这让他少看点动画片吧。嗯，很小众，他的包袱我老说的。这就是如果在小剧场底下200人，而且都爱他，哎，他那就都堆了。对。行吧，他那些包袱就能响，搁一3000人园子里边，他那200人仨子3000人里边就瞧不出来了，他的人也不敢乐，别人听不懂，所以他这包袱就不成立，就这么简单。外国人呢，之前呢，可能呢他就是误会我了，但这人你看这哥们吗，不是生性，怎么呢？刚才弄生气了，哟，高低啊，他想表示，他想掐死我，这么狠要掐死他，就想掐死我，哎呦，但是嘿，这句话他不会说。他还想表达这种愤怒的情绪，那怎么说呢？掐他脖子掐了那么半天，最后挤出这么一句话。什么话呀？一点空气都不给。哎啊，什么叫一点空气都不给啊？你品哦，他其实是一个意思。对，那个人气乐了。当时他一掐完之后，嘿嘿嘿，我的朋友就乐了，还乐了。外国人一看他乐了，他也跟着乐了啊，俩人没打起来，还成了好朋友了，没多大事儿。我一看这个情况，哦，那也是打不起来了。哎，我这朋友啊，跟外国人相处，我觉得啊，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，挺好。把失恋这事就忘了啊，这么着，帮朋友帮到底。我呀，给他买张机票，国外的往返机票，去外国玩玩，多够意思。买张去巴黎的机票，飞往了法国。法国，一到那儿去，我那朋友还真是喜欢跟外国人接触。是啊，一下飞机，放眼望去啊，哇塞，怎么样？全是老外。对，多新鲜的，到了法国了吗？老外一看我这朋友，哇塞，这就来个老外。嗨。谁看谁都是外国人，两边看全都是外国人。嗯，而且来说啊，治愈心灵的方法，一般女孩可能比较了解。什么呀？购物，就是买东西。他想拿英语跟人交流交流。那说呗。我这朋友啊，首先是我东北的发小啊，英文都散装的。对了，什么叫散装的呀？说的不老地道的，哦，不标准，还得跟人沟通。嗯，把这衣服拿下来跟人服务员沟通。干什么？喂，说英文啊啊 ，Hello。Hello, hello, come here, come here. 啊 ，I want to try this clothes. 这都什么味儿啊？这都是。May I try on? Try on. 他想试一试。能不能 on 一 on? 哦 ，on, on 一 on。服务员听完之后啊，通过他的肢体语言，可能说：“哦，我在想试试这件衣服。”这都能看出来。哦哦 ，Yeah, yeah, you can try. Maybe it's good for you. 你有多专业 ？Very beautiful. 啊。多棒啊！哎，看能是，我朋友就把这衣服给套上了啊、嗯。哎呀，那啥，那啥，这个得is close is to big 啊、哦，太大了啊，太 big 了。Please give me a change small one。什么意思呀？就给我春你，给我春你个小点的。哦，来个小点的。给我 please change small one。啊 ，small one。服务员看在了，大概盯了得3秒。嗯。你是说太大了吗？
合着你会中文？哎，人家会说。是的，先生，我会中文。因为现在来我们这儿的中国游客特别的多，经常购物，我会了一点点中文。那你费这劲干嘛呀？那误会了。进来我还跟你说英语，这个费劲劲儿的。你进门也没说中文啊？哎，对，谁都没说呀。哎，说是有道理啊。啊，我也没说。那行了，既然都能说中文了，咱们呢就拿这个中国话去交流一下吧，方便一些。这个衣服呢确实有点太大了，能不能给我换的小一点？是啊，那既然呢现在沟通没有什么障碍了，我也是实话实说吧。哦，这件衣服，你穿上去之后给我的一种感觉，多多少少的有点土。不是，这话有点伤人了，这话。好家伙，这我朋友听完之后能开心吗？能不生气吗？本来就失着恋啊，出来玩顾客我就是上帝。是，你还说我穿衣服穿的土，当时给我这朋友气完了，俩手过去掐着这个店员的脖子，哎呀，逼了半天，最后挤出这么一句话来。怎么说的？一点空气都不给。哦，他也学会了。